第六场第一回合比赛开始，准备。好，一下子就抱住了牛头。 进去的时候，准备好的这个女的准备好的进去抢把，准备，两个走，站住，身体贴地，抢把，你看，一，跑，对不对？然后跑了之后，跑了之后抓住你的时候，看。
正式比赛的时候呢，这个绳子就不用了，因为现在呢，我们要一个安全，一个防止这头牛它会跳。好，丢掉它，让它跑吧，丢，绳子丢掉。我们就这样训练，它是外场，跑得还要快。好的，好的，以后来。